林佳琪抱女喝喜酒，劝吴品轩先玩再生。听我说，手牵手，跟我一起走，过着安定的生活。新年报价吗？新年报不是年报，没乱的。一零名模吴品轩昨天在台北韩式暧昧酒店举办归宁宴，新人席开45桌，共砸300万元宴请亲友。生几个？生几个？嗯，我希望生越多越好啊，但老公，老公生几个？自然的，自然的就好了，没有。如果自然到15个也可以。不会，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，求婚应该是我求的吧。有一次晚上啊，两个人很浪漫，然后我就问他说我们结婚好不好，然后就好了。我先提出来的啊，但后来他有补给我一个求婚。第一个印象是什么？第一个印象紧张，很爱讲话，多话。Hello， 没有开玩笑，你是女方的亲友吗？说嗨好不好？林佳琪带着女儿苦苦现身，她结婚后就怀孕，建议姐妹。度蜜月是婚礼一结束就马上奔过去，这样，要不然接下来就会没有。对，我说妈妈都还没有去度蜜月，啊，我也没有度蜜月。至于这一对晚年被催婚党，有没有考虑要接他们的棒？接棒？下一对新人有没有可能是你？We will see。到，有什么想法？不要告诉你。听过了 online。哇，这个每年都在问的哈。谁叫你都不回答，我倒。